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概念，那么在过去啊，从事很久以前啊，过去从事美发的人啊，我们管他叫剃头匠。那么现在呢，从事美发的人呢，我们都叫他设计师啊。那么其实呢，这种概念来讲呢，说的不是非常的全面。那么首先呢，设计与技术啊，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先说设计。那么设计呢，它是一件事物啊，在形成以前，那么在人脑海当中的一个统筹规划，或者是做一件事情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安排。那我们以建筑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要建造一栋大厦，那么首先建筑设计师呢会在脑海中先对大厦的形状、高度、那么质地、颜色等等。做一个统筹的规划，然后呢制作出草图，然后进一步那么细化了每一层的平面图，然后还有所谓的人工所用到的一些材料预算，那么包括工程的这个日期等等，所有呢在动工之前的这些准备工作，我们都把它叫做设计。那么在动工期间那么比如说有做地基工作的人有做钢筋构架的人，有做瓦工的人，那么也有做水电工、内外部装修工作的人等等。那么在大厦竣工之前，所有的这些工作我们都把它可以称为技术。那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能知道，那么所谓的设计就是行动前的一个思想，那么技术呢，也就是思想成熟后的一个行为结果。那么一个人呢，可以懂技术，但是不懂设计，但是呢，不可能懂设计而不懂技术，也就是说，脱离开技术的设计都是不现实。那么身为一名发型师，脑海中应有的设计思路呢，应该是这样：在动手以前，首先要在脑海中勾勒出来这个发型最后的一个效果和结果。那么也就是说，不能说动了手之后剪到哪里啊，或者是剪成什么样才算什么样。那么首先在脑海中就要先决定，那么最后你所有的行动都是按照你脑海中设定的这个结果来服务。那么呢，你脑海中的这种最终效果来决定采取何种层次或采取何种技术来达到脑海中的这个最终效果，那么应该如何去组合，那么中间呢会有一些怎样的变量，那么在动手以前呢要充分的考虑清楚把所有的这些变量全部考虑在范围之内，那么最终的效果产生偏差的可能性会降低到最小。那么第三点呢，再由你所采取的技术层次等等来决定所谓的分区方式因为分区方式呢没有这个一定的一个规范，那么就是说不同的发型不同的层次组合，那么它一定会有不同的分区方式。那么在决定了分区方式之后，那我们就要考虑在每一个区域当中那应该如何去分片。那么分片呢，就是分区剪裁当中的一些小的发片。那在剪裁过程当中，发片呢是我们操作最小的一个单位。那到底应该如何分区，根据情况的不同，那么采取不同的发片分区方式。那么比如说竖分横分或是斜分，那么都依照你所想要达到的不同效果而采取不同的方式。那最后一步呢，我们就要决定如何来定位发片的一个移动轨迹。
那么所谓发片的移动轨迹，比如说纵向发片要提拉多高，那是否有一个纵向提拉的一个变化。那么其次第二呢，就要考虑发片的横向移动轨迹。横向移动轨迹呢，就是说偏移的角度。那么知道偏移越大，那么它前后的长短差距也会越大。那么偏移越小，那相对来讲呢，前后的长短差距也会越小。那么也就是说发片的移动轨迹，其一会决定层次，其二呢也会决定流向。那么通过呢以上的五步啊，我们就完成了发型在这个实操或动剪刀之前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统筹。那么希望大家呢按照这种的思维逻辑方式啊，那么去演练啊，或是在工作当中多去总结你在动手以前是如何去考虑的啊。那么在思想上没有达到一个很清楚的前提下，那么直接去动手的话呢，会产生一些很负面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啊一款发型剪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没办法总结为什么剪得这么好。那么反之，如果一个发型剪得很失败，我们也难以去总结如何去剪得失败。那么其实呢，成功与失败这个不重要啊，只要是每一个做发型师的人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失败的经验。但是你如何能把这些经验总结下来，为你下一次的工作带来帮助，这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那么有众多的这个教育团队啊，包括国内的、国外的等等，有很多。那么大家每一个人呢，对这个层次的叫法都不一样。那么国外的团队呢，大部分都用英文的方式来这个表达。那么英文的方式呢，就英文单词来表达层次，比如说雷压或古拉铁熊等等。那么对中国人来讲呢，这个记忆起来会异常的困难。那么国内的团队呢，也有很多就是对层次的翻译啊也不一样。那么这样呢，也会造成这个发型师在自我学习的时候啊，比如说啊看一些影音材料啊，或者看一些图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记忆的混乱。因为大家呢，每个人对这个同样的东西叫法都不一样。那么这样呢，这个我们呢就把它做一个记号化，那么用单一的字母来代表啊一种层次，那方便大家去记。那么字母 G 啊，那么它代表的呢就是大低层次。那字母 HG 啊，代表的就是小低层次。那么字母 S 啊，代表的就是均等层次。字母 L 代表的就是基础层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每一种层次的一个特征。那我们用呢发型的图片来跟大家做一些直观的解释。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看到一个发型，那么可以通过它的形体和它表面的质感来判断它采取了何种层次。那么首先看这张图片，那么这个发型呢，首先它的表面呢会非常的具有光泽，那么它的底线呢有一种非常稳定的厚重感。那么这个发型呢是由 G 层次来形成的，那么你说 G 层次的特点呢是具有稳定感以及横向的扩张度和比较大的堆积感。好，那么这张图片呢，同样表面也有一些光泽感，那么暂时在这个底线的位置上呢，我们会发现具有了一些圆润的轻盈感。那么这个发型呢是由 HG 层次来组成的，那么 HG 层次的一个特点呢，它具有一个圆润的轻盈堆积感。好，这个发型呢是由 S 层次来组成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发型呢具有一种均一的动感，整体的发型都有一些树状感，而且动感呢会非常的圆润。那么也就是说呢 S 层次的特点呢，它具有一种圆润的动感。那我们看下面这个发型呢，它有一种纵向的延伸感，那么同时呢发型会呈一种树状感啊，一条一条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整体表面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流线型的感觉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款发型呢是由一个 L 层次来组成的。那么 L 层次的特点呢，就是它会大量的去除发料，那么发型呢成一个纵向的延伸感，具有非常大的动感和梳妆感。那么通过以上四种层次的总结啊，如果一个发型我们看它呈现堆积感，或者呈现横向的扩张度，那么表面比较有光泽感，那么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那它是 G 或是 HG 层次所组成。那么如果一款发型它呈现的是一个纵向的延伸感，表面呢具有动感的质地，那么基本上我们也可以判断它是一个 S 或者 L 层次所组成的一个结构。那么时下呢常见或比较流行的发型当中呢，这种单型的层次的发型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那大概在2000年之前，那么呢一般这个客户啊所喜欢的发型呢都是这种高层次的碎马，整体剪的会比较的轻盈。那么在90年代之前，那么呢一般人呢喜欢的发型都是那种非常厚重齐整啊，几乎不剪什么层次的那种结构。那么呢当经历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这个由重到轻的过程当中，那么到现如今时下的发型呢，往往是轻中有重或者重中有轻的一个轻重组合的发型。那么其中的层次呢也属于一种混搭的感觉。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设计当中，如何去利用不同的层次去体现不同的重心、不同的轻重对比，那么是现今的发型设计当中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看一下这款包，那么在颈背处我会看到那这里呢有一些圆润轻盈的堆积感，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判断啊，那个这个部分的结构呢是 HG 层次。那么在中区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厚重感，那也可以基本判断呢这里为 G 层次。后顶区呢带有圆润感，同时呢也有轻盈感，那么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一个 HG 层次的一个结构。那么前顶区呢我们看到动感比较的明显，那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里的是一个 S 型层次的结构。然后我们通过各个部分不同的层次我们可以划分出相应的分区线。那么再由呢每个分区线决定在每一个小分区内我们采取何种的分片方式，那么最后决定发片的运动轨迹。那么这样呢在进入实操以前，那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